对手的话，我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，劣势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吧。经过上一场的比赛，我觉得这次应该调整应该会好很多。金狮子来自刚果 Nayanesh Ayman。 Voy a ganar. Voy a ganar este torneo. He venido hasta China.等对手的话，我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，劣势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吧。经过上一场的比赛，我觉得这次应该调整应该会好很多。金狮子来自刚果 Nayanesh Ayman。 Voy a ganar. Voy a ganar este torneo. He venido hasta China. 竞技状态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。哎呦，听起来是要注意对手的前手，对方的手臂是真长啊！有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看看直线进攻，哎呦，这出一定效果之后啊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双方同时出拳的时候总是艾曼的这个拳，哎呦，小心啊！是的，而队形也好，身高，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线后啊，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又是个飞膝，天完全转向了艾曼对方，再次袭击，拳法加膝。I am very happy for Kunlun fight give me the opportunity.